帅气，非常高挑，而且很有气势。嗯，现场的粉丝也好多，大人气耶。这一次呢，他们加了新成员在里面。对，本来四位，现在加了三位，变成四加三七位。我，好，这个很难吗？啊，我刚侧面了解看了一下，他们每一位都非常帅气，真的是好高挑，平均年龄23岁以下，哎呦，然后平均身高182公分，哇塞，而且每个人长得帅就算了，唱歌又好听，真的气势又强，还会跳舞哦。首先我们马上欢迎，欢迎 Special 自我介绍一下，来队长，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， 我是洪振，我是伟静，我是陈翔，我是子宏。Teddy， 我是明杰，我是 Evan， 好，欢迎，掌声鼓励。听说这支舞蹈是到韩国训练特训，对，没错，是请韩国老师来台湾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是老师来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去韩国跟他们受过训练，那同一个老师，这一次就请老师来。所有人去过韩国受训是不是？对，说一下吧，在韩国受训这件事情跟我们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就是在那边真的。除了练舞，什么事都没办法做，因为语言不通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是一直练舞，然后也彼此相处，我们大家住在一起。一天大概练几个小时？一天哦，有没有超过12个小时？加加减减大概8个小时左右。加加减减一天要8个小时，一直在练舞，一直练舞。然后每一个团员大家都住在一起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直接问一个有趣的事情。好哦。谁很脏？卫生习惯最不好。我来看，脏啊！你猜，预测一下。凯乐，你猜。韦静，韦静。我很干净。我没有套好啊，没有套好。韦静猜对。没有，我很干净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猜你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他刚刚在旁边一直说，韦静一直流汗。其实韦静他不是很脏啊，可是就是我们都会就是在他床上吃东西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在床上吃东西？而且他不在他的房间吃，他来我的房间吃。因为我们两大间，大家就轮流住这样，然后我们都会去有他的那间吃东西，因为这样我们就不用整理了。所以你们试一下感情好吗？好，当然要说好啊。很好啦，很好。好，我们今天一整天可以慢慢聊。当然呢，一开始。我们先来讲一下专辑，对，刚刚都没有讲到，是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非常非常帅气的封面，真的好帅哦。这张专辑呢，有几首歌曲？十首歌。这十首歌呢，有没有特别要推荐的？除了 Breakdown 非常非常的有气势之外，我们刚刚听到了，有没有要传达给大家什么样的气息？就是另外一首《爱这种离谱感觉》是我们比较轻快，是比较我们第一次尝试比较可爱一点的一个可爱的风格，对对对，跟上一张也有所不同了，对，有所不同，对。然后其他无论是情歌还是其他曲风的歌曲，我们都更成熟了一点。就是那有没有人就担任lead vocal 啊？有人担任 rapper 啊的一些的分配，有没有？你是他是 lead vocal， 对 ，OK。rap 主要是子宏担任这样。哦，那刚刚感觉洪振呢，就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你是我看过长最高、跳舞最帅的人，真的吗？对，跳舞很帅哎。他其实我看他唱的声音啊，你对唱歌这件事情是比较没有自信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就是，可是他在比的时候很帅啊，一唱歌的时候就。别昏倒！可是他超高，可是他跳舞超帅的，很少高个跳舞这么帅的。对啊，蛮厉害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可以慢慢聊。好的。接下来听好听的歌曲啦，请凯乐。要带来是《我想我需要时间》。掌声！非常帅气，坐在沙发上的感觉，有一种《无间道》拍封面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刚刚那个韦静呢，就自己一个人突然间往前走，然后你那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想，到了没？到了没？
来我了。邱旺杰很怕忘记，我昨天在练习的时候就为了他练习很多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一直忘记要忘记往前走。对，他一不出去，我们后面的人就很尴尬。因为大家唱习惯了，然后你就觉得要不要往前走呢？对，而且有点害怕的感觉。对对，不过不错啦，因为我刚刚看你们跳舞真的非常非常帅，然后唱情歌，其实你们唱功也还不错，但是。因为我们是新人嘛，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慢慢努力，尤其是跳舞的部分。告诉你们，不用再去请什么韩国老师了 ，Come on， 我们本地有很多很 local 的，不是很 local， 很厉害的老师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100%特地找了一位真的非常强的老师来帮你们做重点训练，好，好不好？以后真的不需要一定要找外国老师，我们这个老师真的那不是外国，是外星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Dancing Queen。今天都是小朋友啊 ！Oh no, it's boy。对对对，这些小朋友呢，你大概都20几岁。Oh so young。对，非常非常年轻。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年轻小孩吗？那请问一下，你们等一下是要吃烤鸡吗？为什么要等？苏伟在哪里？我以为是要吃那个手扒鸡啊。No. OK， 今天热很多，我需要就是比较多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开始打捞了。挑选几句。老师，那今天人那么多，我就不用加入了。No， 你要挑。这么多人，我还要挑？我嘴型都排好了，你跟我说你不挑。好了。北 boy。哦 ，sorry。北 boy， 哎，请北 boy 我想要知道你们的身高。我176公分。算是他们这边最矮的。我想要比较小娇小的展前面。我对不起。对 ，OK， 你好。然后后面伞哥再娇小一点的展出来。再娇小一点。OK， 很好。那他们人那么多了，还把我排进去干嘛？很好。三个，然后后面就4个插空展。查空 stand， 查空残是什么 ？OK， 我们就是讲30，不要被挡住哦，好不好？第一句，先挨吧。通常我们不是说先生，然后简称叫先生。OK， 所以我们就先生，拍一排他，然后逆排他，对，然后后面的也是逆排他，对。木牌谁？你最后最左边的那个人就看镜头就好了。我看镜头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手先放下。好。5、6、7、8，先。很好 ，I 八的时候亮个变 I 型。I 型。你的左手。左手。哦，你也要跳啊？我也要跳。哦，所以说我拍你的肩膀吗？那我拍你。我拍你。交叉。然后你一个人讲，对，然后你们两个合体，对，然后你们两个一起爱心，你们两个一起爱心，对了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记得先爱吧，对，好，手放下，5、6、7、8，先。不可以有这个自己啊！不行，有自己哦。不可以，有自己设计的是不是？不 ，sorry。小小的。sorry， 一张白纸。Yes。一张白纸。5、6、7、8，爱吧 ，very good。让我扛下你的忧伤，让我说我们两个先往下蹲，扛下。对，我们是让我，你们是扛下，然后我往下蹲，让我扛下。你怎么那么慢？你的 tempo 那啪 ，OK， 好 ，stand up，please stand up。5、6、7、8，让我扛下你的，你们是你的。好，你又变快了，你的 tempo very good。OK， 真的，5、6、7、8，让我扛下你的，让我
你是。这里是零检吗？不然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五六七八。咪咪。哎，行照、驾照、太阳照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想？因为很像零检。然后发现你的忧伤的时候，我们一群人蹲在地上哼捂住哭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像那样的甘愿，忧伤，放下你的忧伤，不看谁哭都不成本。嗯，好的，很诚恳。然后有些爱不爱的话，就站起来，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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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先，又来了，要先，先，爱吧。让我补上你的遗憾，也是一样，一个一个。逆转那边，指他，指粉丝跟粉丝访边。哦，访边。只能指吗？不能有自己的动作的。不要这样，先。先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是往右转，先。对，很好。Teddy 也是指那，然后你就指前面。对。碰诊，你听得懂吗？要分波啊！碰神还是碰诊？碰诊，听得懂吗？不是，也是一二三吗？对，一排一排。哦，我们是。干嘛那么认真问他？老师，我现在越看一下，嗯，听得到，听得到啊！我找风的。我以为我很小声。好 ，OK， 从九仙，爱吧。对不起，爱吧。I'm sorry。补上你的对遗憾的时候，觉得很遗憾，然后往中间砍前面，这样捶胸后遗憾。对，我希望都是有收捶，有收 right hand， 有收遗憾轰 yes， 但是轰着你要往右边转。你不是说往中间？哈哈，你对了，你对了，我讲错了，我们都往右边。然后 break it down， break it down， 扶葛很重要，我们就 break it down。扶葛很重要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为什么要小？啊，这样好像比较好记啦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可以记。Break it down 的时候排成一字排 ，break it down。第一句 break it down 到一字排的位置，来，我们一字排一下。一字排。OK， 一字排，一字排。OK OK， 我今天人好多、哦。OK OK， break it down 第一句，第二句的时候报数一。四五六七八九 ，OK， 一三五七到右边，二四六八到左边 ，OK， 五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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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自己的数字吧？我是二，我是一 ，OK，break it down 第一句 ，break it down 说右边的人拍右边，左边的人拍左边，来一句，然后碰着你在中间这样。Break it down, break it down。爱把你伤口的眼的时候，我们分两拍，一三五七九，再一五七九，一三五七九，一三五七九，在这边，然后面对面二四六八在那边，面对面，面对面。Yes, very good。爱把你伤口的人，你们是爱，你们就这样爱，爱，你们这拍是爱，背景也是爱。我们是伤口的盐，很难诠释，很难诠释。你怎么知道、啊？哎呀，我啊，我们是伤口的盐。这是什么？伤口的盐。不是碾香吧 ？No， 伤口的盐。然后庆广光的时候，碾香。庆广光的时候很重要。我们这边是这样刷，右手在上。你们是左手在想刷刷，对，然后你要抛掉哦，都这边要空空的，因为清光光，清光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从 break it down 开始，五六七八 ，break it down，break it down， 爱把你伤口的眼清光光，没有光光啊，清清是这个的，我好记得清了，你们好棒哦，清。Oh, for God!
清光光就走了，就是光就走的，光就这边空空的，没有东西。哦，那就是空空的这样。对，空空的。然后第二句又要回来 break it down， 好 break it down。四排就要倒一支弦哦。好，我看谁的脸不耐烦。我太多心了，我太多心。Break it down, break it down。爱是你心口宽宽，你们还是矮，你们还是矮，我们很好。我们是心口的痛，心口把心放在口这边就是心口。我们觉得很痛啊，心口的痛。对，心口的痛，然后 break it down 就这样。Break it down， 然后就停住，不用抛了。对。就是最后的 ending 跑诗，这样 understand？ Yeah， understand。好，我们可以上 stage 了吗？ Of course， let's go。好，我们上 stage。OK， 让我去看你们尖叫声。Very good， are you ready？ Yeah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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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dy， ready。已经到夏天了，所以你会开始掉毛。我在还击。是，你在还击，太棒了。他们表现得很好。老师，你觉得他们如何呢？虽然脸有一点丑。因为他们公司希望他们酷一点，所以他们内心是很澎湃的。Very good， 跳得很好。对你的敬仰滔滔江水的。OK， 每个人都要脚我微型啊。好。OK， 那哎，老师，时间好像要到了，要赶火车哎，对。你看一下。砍单了，那选择了。谢谢老师。老师拜拜。马上进行粉丝福利赛之幸福剧场。海带拳，如果赢呢，就可以获得幸福骰子上面的权利。幸福骰子有什么呢？偶像喂你吃布丁，好棒哦！偶像帮你绑头发，太好了。对粉丝耍帅十秒 ，something like that， 就是这些诸如此类。好的，今天人比较多，所以分四组，队长自己一组，学长带学弟，是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请第一位粉丝，欢迎。你好。好，你们两个人一组是不是？对。那你们要跟哪一组玩？明杰。明杰，来，明杰这边请。好，明杰这一组，你们两队呢，先派出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你要来负责海带吗？是吗？对。好，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赢了。是。你先。你不可以跟他一样，好不好？你发号施令，一二三，好。好，一二三。海带呀！没有，没有，小朋友嘛，未满十八岁，还有一次机会，是，好不好？没满吧？你不会三十了吧？怎么可能 ？OK， 还有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加油哦！来，那换他，换他先，换你先了。你喊一二三，海带，海带。好，一二三，海带，海带。耶！太好了，来骰子，你们一起骰吗？不然他来也不知道干嘛。没有了，他是要跟 Evan 啊，要一起玩，来，行骰。好，帮我拿一下。偶像带你骑马打仗。是这样子的，你们呢是一群小朋友，是，你们是学幼稚园的小朋友。然后你们就哈哈，一开始就哈哈跑来跑去，这样不知道玩什么。这时候突然间，明杰你是孩子王，你就说哎大家过来，然后你们大家都要听他的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玩骑马打仗，好，你们当马。明杰是，他们是女生，我们当马。你难道你要骑他们吗？那不是不是，当然是你当马。不是，我们有道具。你有道具？骑马打仗，我们可以来玩非粉丝抢气球。你们是马，他们呢就骑在你们身上，好不好？那你想骑谁？
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你要骑他们啊，不好吗？不然他们骑你哦。麦克风讲话。我们要麦克风，你要跟谁？明杰。明杰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就跟 Evan 好不好？干嘛？不喜欢的。Evan 吃力耶。等等，他会粉丝吗？会粉丝吗？小朋友。好，就这个剧情就这样。好的。来，副导。好的，请上马。好，来，快点，我们来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来。好棒哦 ，Action。好，你上我，你上他。上他的马，来。我上。好，你上我，你上他，上他的马，来，我上。之下是 Evan 获胜了，好辛苦了，也赶快要获胜，因为 Evan 脸变紫色。还好吗？来，两位到中间来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那各自跟自己的偶像握个手，好不好？来，握个手。谢谢你们。来，这边请休息一下，两位休息。下一位。有点重。你好啊，你们这一组要跟谁玩呢？哎，别激动！我是透明哎。没有啦，他们就是太想要跟粉丝进去。你们没有看到我，也有看到他的。加菲猫，欧老狗，你家 ？OK， 北岛，息怒息怒。对不起，我有失态。没关系，他们之前的。要跟谁玩呢？哪一组呢？林子豪。子豪，来，这边请。那你们要派出谁来玩海带拳？你是不是？好。你要跟子豪玩。啊，对。是不是？对。你们俩先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赢了，你先发号施令。我们往中间移一点。你不可以跟他一样哦。好，准备。一二三，来。海带呀，海带。海带呀，海带。耶，我赢了。幸福骰子，好可爱哦！骑马打仗过了，这个打仗过了，还是你们想要也要想骑这个？不要对。这一次好了，这一次。哦，好。偶像喂你吃布丁。一开始呢，两位，你们呢是一家店，这家店呢。是吃布丁的店，布丁店。那当然有老板娘啊，老板娘当然简凯乐来饰演 ，OK， 好不好 ？No problem。一走进来，欢迎光临，你好，我们这边卖布丁的很好吃啊，什么的。但是我们有 special， 我说好，什么 special？special 刚好是我们的偶像哎，我们这家店 special 呢是有帅哥喂布丁的一个服务。啊，真的吗？然后你就说好，然后呢，你就说，哎，我们这边有 menu， 你看一下，你就拿一本给他看。好的，来帮我拿一下麦克风，借我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假装我是你哦，你是他哦，哈，好，你长得好漂亮。猴子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滥用好美哦，滥用权力。对不起。猴子，我放心，我喜欢女生啊。然后喂她吃，对不对？吃完以后好吃吗？你要问她好吃吗？然后她说好吃，然后你就说谢谢你来我们这家店。你要说谢谢你来我们这家店，诚恳哦，要诚恳。很认真的，谢谢你来我们这家店，这样 OK 吗？阿里姑 OK 吗？阿里姑，阿里姑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没问题。副导。好，准备喂粉丝吃布丁 ，Action！ 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我们的布丁店。我们这边的布丁店没事。
有的哦，真的。喜欢 special 吗？喜欢。喜欢是不是？我们这边的 special 就是我们有花美男，帅到不行的店员，还可以喂你吃布丁呢，好不好？来了来了，一号二号，一号二号。导演你好吗？导演小心哦。去端就好。好，我们紫红先。这位客人您好，接下来要为您吃布丁了。吗？哎呦，谢谢，好害羞，谢谢，很好，好，换 Teddy。这位客人你好，来喂你吃布丁啊。这怎么那么腼腆啊？有点滑哎，有点滑，布丁啊，布丁本来就是滑的，好吃吗？嗯。谢谢您的光临，掌声鼓励。两位，哎，还好吗？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满意。等一下，我们外面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啊，可以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再握个手，好吗？握个手，谢谢。握一下手，谢谢你。谢谢你们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这边请，这边请，妹妹。下一组。你们好 ，Hello， 要跟哪一组玩呢？跟韦静。来，韦静、陈翔、陈翔，这边请。你们要派出谁来玩海带拳？来，你们要派出谁？我。好的。韦静，好 ，OK 吗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剪刀石头布，你赢了，你先。一二三，来，海带，耶，我们赢了。何必玩呢？哎，吃过了。下一次，再一次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布丁已经卖完。我们每天限量两个。哦，好。偶像带你看流星雨。好，星雨是不是？星雨。好的，两对都是情侣，好不好？两对是情侣。然后呢？你喜欢谁？陈翔。陈翔是不是？你一开始跟陈翔是情侣，你们俩就牵手。怎么样？好好哦，不错吧？羡慕。那我发票你要买。他们是十倍小的。他们十倍小的。对。对不起，开玩笑，我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牵手，一开始是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就这样走，你们两个也是牵手，然后这样，两对这样走在一起。哎，凯乐，不好意思，借我一下。要干嘛？假装我们两个是情侣。你看，有流星。哪里？然后就这样一起往那边这样看过来。好。然后一起对镜头。开始两对情侣，两对情侣一起往前。好。突然间，啊，韦静就说：“看，有流星哎。”好。然后就这样一起这样往那边看，然后就要对嘴哦。好。好笑。好。好不好 ？OK 吗 ？OK。来。导演可以提示笑的那个 moment。我来。好。好不好？太好了。来，副导。准备看流星雨 ，Action。好像叫九公里。哎，有流星耶！哎，有流星耶！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下一组。你好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？因为队长了。啊，只有啊，因为对队长洪正，因为年纪大的最年纪大。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来，往前站一步。来，洪正，让他先，让他先，是是，太好了，来，海带拳，一二三，来，海带，海带。停下来！
闪。偶像帮你绑头发。啊，偶像帮你绑头发。不好，偶像帮你绑头发，因为很正啊。是，你是个单亲爸。这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呢，患有的衰老症。其实她才五岁而已。哎，你有听到粉丝的心声吗？他说为什么？他已经长很老了。可是他其实可是他是小孩，爸爸爸爸，你的台词就有一句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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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你就说乖乖乖来绑头发了。好，那你就因为你不用椅子，因为你很高，来绑头发，来过来，你就抓他肩膀，来过来，把他绑头发。三二一 action 的时候，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，你的动作就是这样子。爸爸，然后你就把他叫过来，来，妹妹来，你就爸爸爸爸帮我绑头发去吧。好的。一边绑的时候加一点睡词，你是单亲家庭，你是单亲爸爸，好，你要怎么加一些睡词？你也演过戏，加一点的。OK， 辅导。准备，帮粉丝绑头发 ，Action。爸爸爸爸爸。来来，女儿，来来，爸爸帮你绑头发。今天要上幼稚园了啊，如果同学笑你的话。可以跟爸爸讲哦。你会打他吗？你怕他们打爸爸？你会不打他吗？我是导演哎。导演不好意思，他就是属于那种电影的演员。我咧刮时间较紧呢。不要再继续。好 ，Action。知道吗？你养午餐的钱带了没？我没有带。昨天明明就拿了。我没有钱。你不是才五岁吗？什么心机这么重？可以放好看一点吗，爸爸？爸爸今天第一次绑头发。爸爸，你绑太紧了。谢谢。掌声鼓励，握个手。谢谢。不用请，谢谢。最后再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，好不好？来，林正。这张专辑6月12日已经发行了，还没有购买的观众朋友们，请多多支持。